几年前，这么低，这比康桥梦还要一二三四五，还要低出了五个音。你们康桥梦的底下都哇哇哇哇都没有声音了，哪有这个哇？这就是我们练习咪哇咪，这是每天我们每次练的最低的一个下边带点的骚啊，这个声音千万不能放掉它，放掉它观众绝对不成。几天前一定是几年前，一走就没回来，你这样唱观众才能听得懂，听到我的听低音很像男中音，我的声音可是马上到高音就变成高音了，知道吧？音域不代表你就是男低音，一个男高音也要唱得很低，可以唱得老细。甚至很多男中音都唱不到这么低，这就代表音域，听得懂吗？这是下边带点的刀，我们现在要唱下边带点的骚。几年前，胸腔共鸣，你们要先会当评委才能当歌手，你们不会当，你没有不懂法律怎么当法官，先只要当回评委，每个人唱完以后都要说出他的三个优点和三个缺点，不存在人身攻击，听见没有？来，我们现在开唱，刀等于降一调，唱低了，唱在那草原上，唱坐在那草。
太轻松了吧？还不够高？吸下去。